清风岛地方乔氏杯河北第一度中式台球国际锦标赛第七届中式台球国际锦标赛全球总决赛的比赛现场。运动员加拿大选手莱克麦凯
由你我选手接替你安加马。十一号台裁判员温宾克，记录裁判员龙飞。运动员男子选手梅斯霍拉克。蒙古选手巴纳恩努亚。十二号台裁判员贾昌奇，记录裁判员崔旭。运动员阿根廷选手乔治莱内斯。中国选手王大双。十三号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杨俊奇。运动员中国选手石汉卿。中国选手孙恒瑞。十四号台裁判员刘欢，记录裁判员郑俊立。运动员中国选手陈志刚。中国选手杨帆。TV 二号台裁判员张新路，记录裁判员王瑶瑶、杨之光。运动员中国选手婉乐。菲律宾选手杰里瑞伊格纳西奥。TV 一号台裁判员刘东来，记录裁判员王冰冰。